杰西卡21日晚间在台北热力开唱演唱会，从抒情歌到性感舞曲统统难挂，还翻台下一群小粉丝。他展现了选手在歌迷面前表演的舞台，换上细肩小可爱超短热裤，套着黑色网袜，展露纤细长腿，一转身就露出性感屁股蛋，堪称出道以来最大尺度。活动结束后，杰西卡换上一身休闲服装，直奔韩式烤肉店。当看到店外有粉丝聚集，也亲切地与两侧的歌迷打招呼。而人家身边可还跟着一位护花使者，他的绯闻男友呢？我们就别打扰人家了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